各位观众，我的兄弟，祝福你们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边为了跟你们放松兄弟的话，我的旁边我有我的朋友 ID， 你好 ID。你好罗尼。你看，我们在做对立的继续，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胜利，它可以与你同在。对，与你同在，它可以，它也要与你同在。但是我问你，关于你呢？你也要他跟你同在吗？如果你对我说，我要耶稣基督的圣灵跟我同在，好，所以我要请你预备好了，因为今天我们会做一个特别的祷告，请圣灵的圣灵下来，对，在你们里面住，阿们。但是我们跟你们一起祷告，我想跟你们分享神的话，神的话这样子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分担真理向导。我再念一次：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分担正律向得到，向你的话经在说我爱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时候他们正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一起祷告。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震动发生了，然后圣灵下来，充满他们。那时候他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圣灵。为什么那时候他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圣灵？因为他们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一起在祷告，请圣灵跟他的圣灵下来。怪不得爱的，我们正在说关于那个特别的活动，这个也是二月，31号，对，31号，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如果你要了解更多，你可以透过这个电话号码，我们有台湾的电话号码，也有香港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透过这个电话联络我们，我们会给你们清楚说，为了你了解，你也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特别的活动。我爱的，你会不会来？我也会，因为我们相信我爱的，12月这个月31号是最后一天，这个年今年最后一天，所以我们会把最后一天在圣殿的家我们会在那边一起祷告，一起寻求圣灵然后第一天。2022年，我们会开始在哪里教会，跟圣灵讲话，跟他联络，跟他敬拜他敬拜耶稣。所以你可以加入我们，对，不管你是你相信什么教，佛教我不知道天主教、地主教，你欢迎来加入我们。好，我们要跟你们一起祷告。我会今天请我的朋友 ID， 他会说这个特别的祷告，请圣灵下来跟他的力量在你们里面住。耶稣说，那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字，我就在那里。所以耶稣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祷告。天父，奉耶稣的名，我们在家里遵守你的灵，因为我们就相信耶稣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现在我请你祝福这个人的生活，因为现在他们去你来给他们你的灵，
所以朋友，如果你要耶稣的灵，你可以提问他。我们感谢你，因为我相信现在你与我们同在。如果朋友你们就相信耶稣的灵与你同在，你跟我说阿们。Amém. Rau panhou uma de dan. Uma mente em do ganimã e te dá xau fanchon xanin da rua. Tom libai tal libai liu. Uma rua ganimã e te dá fanchon xanin da rua. Rugoni xuyao rrrr banju. Botital, nizan zai menduen xamacuna. Nica ilha lua uoma. Uma rua yon yen zambien zai. Uela banju nima. Uela tufu nima. Amém. Badiga ximpinga nima na puma fanchon. O mandar xandinho de funima, sai se dentro.